时，网友们纷纷艾特马思纯，并称签约请对我好一点。纯纯变成了吉祥物一样的存在，这好玩的现象原来是因为马思纯曾经饰演电影《七月与安生》里的七月而来，并凭借此角色获得金马奖影后。看来纯纯所饰演的七月真的是深受大家喜爱。马思纯也是可爱的与网友互动，发文称：“放心吧，七月听到了，转发这个马思纯，七月会对你好一点。”这个一语双关的回应，真的可以上教科书了吧？纯纯那么亲切，简直是小仙女本人啦！芒果捞新闻，我们要去转发马思纯了，报道。